人呢、啊、去看看蚂蚁，观察它的生活就会有智慧。它没有元帅，没有馆长，没有君王，却在夏天储备食物，收割时积蓄粮食。懒惰的人呢、啊、你要躺卧到何时，要睡到何时才起床，再睡会儿，再打个盹儿，抱着手躺一会儿。贫穷要像盗贼攻击你，缺乏要像无师扑向你。引擎不可懒惰，心灵要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引擎不可懒惰，心灵要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常常服侍主。